状态真差。你的马不要了啊？你的马是不是不要了？全是人头啊，南墙哥。嘿，What the fuck?盘真太狠了呀，还有血迷。
内疚了。下一件是出什么面具？火炮，火炮加面具是吧？啊，这盘子扛着他的音响就启动了呀！砸掉他的音响啊！你被人关起他的音响啊！啊，这 BGM 就直接上来了。面具加冰心，我把他箭射死了，还行吧。包赢，包赢，兄弟们。炸了他是不是死了？我本身就有3000血啊，这不灭之火叠了50层的，这个加了200血。他不想给我五杀，他想杀我啊！但我把他的 Q 给扭掉了。啊，思路非常的多，舒服了。这面具也看不出效果啊！那这个装备都摆在这了，他是不是面具也不重要，把它换成千面好像也行啊。